4月5日，女权霸女主角季佳与导演柏智也平后在香港出席女权霸首映礼活动。季佳平时都穿运动服，但是她说今天的场合很隆重，一定要穿漂亮的裙子，这样的装扮季佳竟然有点害羞。而心中偶像莫文蔚的到场则让季佳 happy 到极点。我已經變成他的fans嚟㗎，因為其實我咁啱早幾個月前在泰國拍戲，咁就又有一個空閒時間走咗去睇入戲院睇戲啦。咁咁啱就睇到志渣呢個新戲嘅片頭，跟住哇都即係嘆為觀止，因為真係打得好勁。啱啊，志渣，大家佢哋而家點啊？佢哋出嘅嚟嘅卡 ，thank you。係，不如問下佢。非常的高興啊，可以得到我的擁抱，雖然那個莫文蔚在場。我觉得很兴奋，想不到会有这样见面的，我想多谢谢他来到支持我，我很有信心啊，这样会令我很多谢工作人员整个安排，我真的很开心，因为他是我想见很久了的明星，香港明星。影片中的一招一式都是真功夫，季佳难免会受伤，女生都爱美，很怕留下疤迹。勇敢的季佳说她很相信现在的科学技术，药品可以治疗好伤口。你好，欢迎Karen。 Karen 呢，你知不知道我已經變成他的fans嚟㗎，因為其實我咁啱早幾個月前在泰國拍戲，咁就又有一個空閒時間走咗去睇入戲院睇戲啦。咁咁啱就睇到志渣呢個新戲嘅片頭，跟住哇都即係嘆為觀止，因為真係打得好勁。啱啊，志渣，大家佢哋而家點啊？佢哋出嘅靚嘅卡 ，thank you。係，不如問下佢咧，而家有啲乜嘢同阿 Karen 講啊？即係面對面啦，而家。係咧，我夾上啦 ，Karen。